胖胖虎，贝贝灯，怎么跳起来东倒西歪的，看起来好奇怪哦。嗯，胖胖虎，我跟你说哦，因为舞蹈成果发表快要开始了，浣熊哥哥平常都没有好好练习，所以现在正在临时抱佛脚。哎呦，胖胖虎，天竺鼠姐姐怎么办？舞蹈成果发表会马上就要开始哎，一想到就会很多人来看，我现在越练习越容易出错啊！别急别急，我有好方法。什么好方法？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。跳舞跳舞可多么妙，去哪里呀？跳什么舞？一二三四。森巴森巴巴西，森巴森巴巴西，森巴森巴巴西，巴西森巴舞。跳舞跳舞可多么妙，去哪里呀？跳什么舞？一二三。康康康康，康康康康，康康康康，法国康康舞。跳舞跳舞可多么妙，去哪里呀？跳什么舞？一二三，阿罗哈。草青草青，夏威夷。草青草青，夏威夷。草青草青，夏威夷。夏威夷草裙舞。跳舞跳舞可多么妙，去哪里呀？跳什么舞？一二。哥萨克舞，俄罗斯。哥萨克舞，俄罗斯。哥萨克舞，俄罗斯。俄罗斯哥萨克舞。跳舞跳舞可多么妙，大家一起摇摆身体。哦耶！环游世界跳舞喽！分为浣熊队以及天竺鼠队，两队轮流掷骰子，走到哪个国家的格子，就需要跳出他的舞蹈动作。碰碰狐会给出圈或叉，每组有两次丢骰子的机会，加油加油！今天我们要玩的是环游世界跳舞喽！哇，这个好像大富翁哦！环游世界吗？听起来好有趣哦！小朋友，请问有没有人想要参加？ Yeah! 太棒了！那么现在马上进入游戏时间 ，Go！那我们就来开始喽！会。哇，在这里有哇！一二三四五，请问这是什么国家？法国。赶快来这边集合！法国要跳什么舞？康康舞。康康舞，法国的康康舞，也就是大腿舞。跳舞时手撩着裙摆，左右挥动。脚要高高的踢起，让人眼花缭乱，挥动起来非常的漂亮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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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问碰碰狐，我们要跳对吗？哇，好厉害哦！好，那接下来要换天竺鼠队了，你们有没有精神？那我要来甩骰子了。夏天之外，整年都非常的冷。为了舞蹈创作，民谣音乐大部分是快节奏的哦。踢踢脚啊，踢踢脚，踢踢脚啊，踢踢脚，小心心呀，小心心。胖胖虎，请问我们表现得如何呢？成功了，帮自己拍拍手。来了，嘿。
么国家？巴西。森巴舞是巴西的大众文化之一，跳起舞来生动活泼，热情无比，跳着跳着感觉身体都热了起来。我会。好，我们来问问看，彭彭舞，请问我们有表现好吗？耶！五。四点，我们一起数，1、2、3、4。请问这是哪一个国家呢？美国。那我们一起来跳舞吧。草裙舞最注重手脚与腰部的动作，跳舞有时为了讲解传说故事、回想历史，也或者是向神灵祈福、表达敬意。一起大声说成功！跳舞跳舞可多梦妙，去哪里呀？跳什么舞？1、2、3、4。跳舞跳舞可多梦妙，大家一起摇摆身体。汉风，一天，太阳和风争论谁更强大。喂，你知道这世上谁最有威力吗？那就是我，风。是吗？不信，跟我比一比。这时他们发现有一个穿着大衣的行人，看见了吧？看谁能让他脱掉大衣。说完，风猛烈地吹起来，哎呀，今天好大的风啊。行人发现风吹来，便裹紧了大衣。好冷啊！风吹得越大，行人就把衣服裹得越紧。
啊，我没有力气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等风平息下来，太阳从云后露出来，该我露一手了。看好了，太阳微笑着照耀行人。哎，怎么突然又热起来了？好热啊！没多久，行人就汗如雨下，脱掉了大衣。看见了吧？温和总是比暴力更有力量。风听完太阳的话，惭愧地消失在空中。手边出兔子来，前面拍拍，后面拍拍，拍拍手就像接力赛，牵牵双手跟我拍拍拍，唱歌跳舞一起拍拍拍，开心拍拍，伤心拍拍，拍拍手变出美丽来，你爱拍拍，我爱拍拍，拍照时常会炸开。心拍拍，拍拍手变出妈咪来，你爱拍拍，我爱拍拍，拍照时他会装可爱，买西瓜要记得拍拍拍，小心蚊子快点拍拍拍，举起双手跟我拍拍拍，唱歌跳舞一起拍拍充水分啊，补充水分，那不是应该要喝白开水吗？
可是白开水没味道，饮料甜甜的比较好喝啊。哦，饮料会甜甜的是因为它含糖，而过多的糖分会影响我们的健康，而且会让你们越喝越口渴哦。啊，会越喝越渴哦。嗯，而且喝白开水才是可以快速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，才是最健康的哦。草莓姐姐，我们知道了，下次运动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带水壶，多多补充水分。没有错，多喝开水才是有益健康的，所以小朋友你们也要记得每天多喝水哦。贪心的狗。一天，贪心的狗在路上捡到一块肉。好大的一块肉啊！贪心的狗一口把肉叼住，心想：这块肉我得好好藏着，等人们不在的时候，我自己慢慢享用。嘿嘿嘿哈哈！回家的路上，狗要经过一条河，走到木桥上，狗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河面。贪心的狗看到河里有条狗，叼着一块肉看着自己。哼，那家伙嘴里的肉比我的大多了，我得把那块肉抢过来。于是他对着河面汪汪大叫，把那块肉放下。刚一张开嘴，贪心的狗嘴里的肉就掉进河里去了。新的狗这才知道，河里的狗原来是他自己的道理。今天鸟儿它快乐的歌唱的歌唱，雨天有好多水滴在跳舞在跳舞，阴天为大地穿上灰灰衣裳，轰隆隆隆隆，轰隆隆隆隆，大雷小雷爱神奇，不怕。今天到处是阳光的笑脸的笑脸，雨天是谁在偷偷掉眼泪掉眼泪？像是婴儿在生闷气，轰隆隆隆隆，轰隆隆隆隆，大雷小雷在生气。哇，快跑快跑快跑！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
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可爱的帆船完成了，我们一起去海上冒险吧。我们一起唱，说说笑笑，舞蹈扬起大头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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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起来！无边无际的海洋，无大洋，好酷啊！有深有蓝的海洋，无大洋，好美啊！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、北冰洋、南冰洋，无边无际的海洋。快快乐乐跟我们一起唱，说说笑笑舞蹈扬起大钟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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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来！又宽又广的陆地，七大洲，好大！我们生活的陆地，七大洲，你好啊！北美洲、南美洲、欧洲、亚洲、非洲，还有大洋洲和南极洲，五大洋和七大洲，啦啦啦啦啦！耶！嗨，朋友们，使用 Pink Phone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喽！